你怎么保的呀？哎哎哎！你怎么保的呀？我就说是好东西吧，老刘半夜拿过来偷偷摸摸的藏着，肯定是宝贝。这要不是我半路截胡，这东西就进老刘保险柜了。当初我帮了我一把，那我肯定得有点表示啊。你现在是我的头号预定粉丝，你赶快上来就知道。并且一声劝，咱别做爱豆，活不了。看点好事这么难吗？